等下你吞吧。那没有吧？有人在进行。穿了。晚安。有啊。看吧。晚安，晚安。村长海报还在啊，就粘在那啦。哎呀，为什么一来就有人叫哎，郑雨薇，郑好薇，郑好薇一来就叫我吃土，混蛋。晚安，晚安，各位晚安。哎，好薇在第七名，好棒哦。哎，在想我是不是应该要先再自我介绍一次，可是我不小心碰到我的白板了，我的字不见了，那我写一下，补救一下。哎，啊，好丑哦，等我一下。好吧，一样一样。哎，看到吗？直接占掉我的脸。各位晚安，我是云爵，不是云玉，可以叫我一娃。然后，哎，少写了一些东西，好可爱，谢谢。哎，哦，突然忘记我要写啥，没信心，没关系啊，你都丢到第七名了，不错啊。等我，好，生日。看到吗？哎，好的，那我是伊娃，我是云爵，然后昵称是伊娃，然后日文的话可以直接说 Eva， 对，每天都叫我 Eva， 我把村长，哎，我把村长遮住了，对不起，我过来一点。哎，晚安。今天我们来，今天村里也很热啊。今天我们来，哎。我们先来决定，看大家都每次看到别人的台都是在决定吉祥物，哎，那我们也来决定一下吉祥物好，那我要把我这个擦掉了。第十名，先念排名，因为熊妹在吗？我不要，我不念了。让他下去吧。粉丝名，哎，人多点的啊，好，人多一点再决定。那我们现在先再给你们看一下，帮我把它擦掉。我是高云，打到，我是高云爵，然后昵称是伊娃，日文可以念 Eva， 然后是。IG 跟我的生日不是1月1号，是10月20号。我决定粉丝名了吗？还没耶。我们不念云语，乱来。我们等，哎，拿不起来。
等等来决定，也不是等等，我们也可以现在拿另外一个本本，不是云玉，是云爵，粉丝名抖哎，为什么？为什么粉丝名是抖 M？ 好，那我这个就放在，哎。我没有东西可以挂，那我先放在旁边好了。然后用另外一个本子来写推广秘密。哎，我写错了吗？哎，我写错了。哎呀，这样也被看到。哎，你们眼睛好好哦，我改过来了，你，哎呀，昵称伊娃，嗨，私はコンジャークです。エヴァで呼んでくださいです。日本語は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です。また勉強してます。ペース上面会掉啊，会掉。之前不知道都打成王绿，分开了吗？哎，扣不起来。哎，好的。谢谢杨姐的赞意呢。跟不倒翁 ，A， 哎，我画面是一直卡住啊，因为我这边看我自己是一直卡住的，会吗？村长在后面偷偷，哎，那只是个海报，不用在意它。哎，我的，我的笔，哎呀，我的不会卡啊，那就好，所以是我这边的问题。好，没事，我们继续呗。那我们现在先来，哎，哦，不行啊，粉丝名称后面再来好了。哎呀，还有什么应援色，大家有觉得我是什么颜色的吗？这样讲好奇怪，有觉得我的应援色会是哪一种什么之类，黑色，哎，我喜欢黑色，就是这样。可以，我喜欢水蓝色，绿色是因为那个吗？村里面的颜色吗？好吧，那哎，黑色在暗处看不太到，对，这也是一个缺点。那也是啊，黑色会直接不见，可是我蛮喜欢的。那我们还是，眼前的黑子，哎呀，找不到我的笔，好吧，哦，没有在床上，我这边又卡住了，为什么？好吧，那就算了。
哎，熊妹还在排名上哎，好棒！那黑色先，还是我们两种颜色相间的那种呢？就什么黑白、黑红、黑蓝之类的。笔也是绿色，这是巧合，这刚好。哎呀，はじめましてです。今日の前髪。なんでん？黑白斑马线，好像也是，被当成斑马线。那黑蓝呢？黑，还是就别的？我觉得红蓝也不错啊，红蓝、黑蓝、黑白、银灰是蓝的颜色吗？晚安，各位晚安。各位吃晚餐了吗？哎，我又把村长挡住了。哎，哪有？黑蓝蛮有科技感。哎，我倒是还没有想过哎，黑蓝。我可以红绿灯吗？红黄绿，那我写一下，第一个是黑蓝吗？黑蓝。哎，太久没写字，都忘记怎么写了。刚刚看得到吗？好淡哦。不行啊。那我用另外一个，等我一下。白蓝，还不是嘞。哇！01。01，晚安。我在换本本，等我一下。好。嘿，又要上台？为什么？第一个，这个笔不是这样用的，换一个笔。我嘿。刚拿完哦，对，刚拿完我的笔就消失了。上台可以被念排名，对呀，我可能中间会念一次，然后后面会再一次。好的，第一个是。看到了吧？OK，可以，那我把它写完。黑蓝，最好是9点念不到，还是可以丢，还是你可以慢一点再丢。お願いします。哈哈，哎，只会吗？等等念一下，等等啊。
中间啊，中间，还是7点半8点，啊八点啦，八点念一下，我们好威还在台上吗？好威不见了。课长上台就，哎，刚好威上来，我没有念他的，他等下一定会跑进来打我，好威在第二排，好的，哎，还有什么？红包啊，么得还是没得吗？没。mas，只会 mas，刚刚是黑蓝，还有红绿灯，红绿灯要吗？要，我要写一个银灰，银灰是蓝蓝的颜色，蓝。日本語先していただけますか？日本語は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で、見る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たまにはミレイちゃんと一緒に話して勉強します。あ、でも見るはちょっと。ね ねって、えい、うん。黑色加灰色，中文衣服，哎，对啊，可是我这还有白色哎。还有白色的，还是黑灰白，黑灰白吗？里面那件，哎，外面这件掉了。喂，那写一个，哎，我的应援色怎么都暗沉？五彩色系呀，五彩色，哎，这也是一种特色啊。那不然你们说说，我有还可以有什么颜色？这也是一种特色啊！我们来个亮的，好，我们来个亮的，说吧。A，没有啊，我第一个是黑蓝，蓝色蛮亮的啊。嘿 来一个亮的，哎，亮的是吧？亮的，蓝色，亮灰色是什么？抛光黑，好高级呀、啊！红包啊，红包啊，エヴァです。抛光黑会不会太不是太可以哦，钻石黑是什么？翠绿，翠绿好像也不错哎，跟我的村民代表色一样，渐层色，渐什么颜色啊？见什么颜色呢？谢谢蛮荒的意义呢，绿色，绿色，翠绿，绿色，翠绿跟绿色就一起吧。那我写，不要蟑螂黑，太恶心了。以犹太身份再次登场，粉丝名就是包裹，哎、欸，
不错哎，我们，哎，还没啦，那个我们等一下再决定，等一下再决定。哎呦，荧光绿，很不错，那我写一个绿好了，因为太多绿了。等等投票，这样。还有什么？忘记了。然后是，马卡龙色是什么？马卡龙色，马卡龙色，马不要吉祥物，才不要蟑螂，蟑螂好恶心啊！不要，空包啊，阿兹玛的，阿兹玛的啊，空你吉哇，哎，Eva 的。是这个意思吗？粉红、粉蓝、粉绿，为什么都是粉？粉红、粉蓝、粉蓝，粉蓝其实也很蛮美的。粉绿是，好奇怪。Eva 和我的新名字，马卡龙不是很多颜色，什么是马卡龙？知道什么是马卡龙色呀？好，我也在说什么，我看不懂。蓝绿，蓝绿可以哦，蓝绿，我都没想就说了，蓝绿，我想一下，空包啊。粉蓝、粉绿、粉黄、粉紫都是哦，就是粉哦，是这样哦，什么都跟粉色混，好酷哦，什么都跟粉色混，我喜欢粉。粉，等一下我先写一个粉字，粉，你现在只想到白色，等一下，粉，到多少要谈？没有，让我跟 Mina 姐姐学好。粉黑，都已经粉了，就不要黑色，先不要，黑色先不要，马卡龙色就先不要黑色，粉绿吗？好啊，听好威的，在写什么？好，我们就是这样四个，可以吗？然后我想要玩一下投票，我有几个啊？四个，然后就是一就是黑蓝色嘛。是相间的那个，然后二是银灰色，漂亮的灰色，然后三就是绿色，什么翡翠绿啊，翡翠绿，然后绿，忘记什么绿了，绿就是各种绿，也渐层也可以，然后四就是。粉绿，虽然感觉有点奇怪，呵呵，好，那我要开始咯，我们开始，然后我们，已经25分，那
我们26分结束，好快啊！乡间就是我的乡间啊，是这种，就是一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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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能就是黑色啊、蓝色啊、黑色啊、蓝色啊这样。我的乡间不是那个乡那个间，是乡间。哎呀，乡间啦！哎，26了吗？26，我要结束咯，给你们3秒、2秒、1秒。哎，3是什么？绿色。哎，好高哦！不是那个乡间。哎呦，绿色。哎，绿色好高哦，是因为我是村民色吗？我想要写起来。哎，我的乡间好低呀、啊！好，那我们决定了，就是我的绿色。绿色，粉丝名，哎，粉丝名，等一下，我们等一下，不急，好吗？我们不急，真的注定当邮差，哎，没有好吗？绿色，对，那我的应援色是绿色。就是我的村民的代表色，邮差。不是，是投票，我刚投啦，投完了，结束喽，哥哥。哥哥还是姐姐？哥哥。哎，对啊，不知不觉很快的就结束了。我被村长取名号，对啊，一次影响力真的超级强大。哎呀。你们真的是呵呵，哇！宅基变没有啊？哎呀，我现在宅基变，我要骑脚踏车哎，很累哎，而且还要从 TP 村出发，好远啊！我不知道要骑多久。投到自己喜欢，太久了。你要穿了吗？你又穿了，有你又穿了，一直很可怕。坐扫把可以骑，可是我飞不太起来。哎，禁止路线。阿贝长直接投到自己喜欢的吗？哎、欸，那我想要这样玩，没有啦，没有，我们已经决定了是绿色哦，记得我的应援色是绿色。好，不要看镜子，帮村民送给村民，这是包裹吗？好啊，这个我可以，因为就在隔壁。这个我可以，什么我说的都是对的，我怎么了，我没干啥，哎，那我们还有两个东西，一个是我要做一个吉祥物，然后一个是我们的粉丝名称，哪种绿？哎、欸，哪种绿？对耶、欸，是我们的村民的绿，还是我们的翠绿？哎、欸，翠绿感觉翠绿哦、喔，
我的翠绿是有点，我的脚麻了，等我一下翠绿是那种草的绿嘛，粉绿，粉绿是就是粉红色跟绿色，就马卡龙色。虽然我也不太懂是啥，然后荧光绿，荧光绿是荧光棒的那种亮亮的绿色，乱讲。然后绿色就是普通的绿色，然后翠绿是那种草的那种鲜绿色。寻觅您，寻觅您是什么？哎，做呢，我都忘记。邮差湖水绿，湖水绿，湖水绿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湖水绿是绿油精的绿，现在新兴的颜，什么新兴的颜色？现在新兴的颜色，自救吗？我觉得我蛮需要的，你好，你好，你好。呢，马德，好多，你怎么好忙哦？好的，苹果绿，寻觅您，拔掉细面。哦，我知道，绿豆的绿。可是我其实我看我自己的绿豆，它的绿豆没有到很绿就有种迷彩妆那种暗绿色，翠绿。修润星星哦，修润星星哦，对，就是那个绿，漂亮的，谢谢 Lim and J 的爱心，爱心，我的爱心都好奇怪，我都会习惯这样，这样也是爱心啊，好，这样，对，战队绿是什么战队？我们的战队。村民战队，今は決めたのは、私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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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えい、えい、それなんやっけ。no no no 一路，这样翻译是对的吗？爬墙绿又是什么？芭蕉绿？怎么一堆不懂的？不懂啊！那我的绿，我想一下，看一下有什么绿，蟋蟀。藤蔓爬过墙壁的那种绿，那种绿色有点暗暗的。哎，我的应援色。好的，这样，好多绿，这是翠绿，然后。我看我的绿豆就是这种绿，暗暗的。对，那来，wasabi 绿，wasabi 我不能接受，太可怕了。
多多多多绿，多多绿，哎，错了。嗯，哎呦，会画画的具备必须的，一定要具备的，不然没办法画啊，对不对？看，不一起看有点难区别哦。好吧，来，这是翠绿，翠绿这两只应该是吧，翠绿，然后中这个是我看我的绿豆的绿。我的绿豆是这种绿色，然后这个这是杂草的绿，杂草绿，幼二的绿，幼二这个吗？这个荧光绿，然后就是这个是什么啊？叶子的绿。哦，对，叶子的绿，这两个都是。然后这个是感觉快枯萎的绿，快枯萎的叶子的绿。哎，肮脏绿，又二，墨绿，对，又二看起来这个吗？翠绿。哎，要一起看，翠绿，我一直挡住自己的脸，这样，翠绿，忧郁的绿，哎，没有要忧郁啦，好，那么就决定啦，那我的颜色就是这个，翠绿，哎，这是翠绿还是荧光绿？哎。亮绿，圆周哎，不是圆周绿，乱来。这个是，这叫什么？就是它看起来，嗯，好，那就翠绿，好，翠绿，いいね。じゃあこれは私の応援の色。是这样子讲的吗？哎，为什么一堆奇怪的绿出来了？苹果绿，哎，苹果绿，哎，哎，对啊，是吗？哎，是吗？哎，好，可以。彩色系统，哦，对耶，看一下 ，Oenga。的，哎，青苹果的感觉，也是，哎，可以哦，可以 ，OK， 嗯，我想要查一下，哎，对，颜色的。只有编号还是会有名称什么的、啊？看起来应该是会只有编号。粉丝名就是这个系列，为什么是颜色编号啊？カラ。応援から。哎、欸，哎、欸，谢谢。色码表，青色的苹果。哎、欸，哇，好多，这什么啊？这有吗？哎、欸。哎，好难哦！等一下，这颜色都长得不，名称很笼统，比较像俗名编号哦。这笔的颜色的
不会有什么名称，它就是编号。了解。你是什么？哦，你看80507，这应该不是吧？对，这不是。哎 2277，为什么看起来这么暗呢？是我的问题吗？00A00 之类的，33FF33，是吗？我怎么啥都没看到？等一下，哦，我看到，有，好亮啊、哦！是我的电脑太亮了。好的，那我的粉没有粉丝，粉丝名还没，哎呦。这就是我的应援色。诶，是 ON 卡达，yes，哇哇哇，我的笔掉了，好，珊珊，什么珊珊？姗姗来迟。那我们现在，哎，你们一直 一直弄一堆粉丝名出来，那我是应该要先决定呢？我先写一下刚刚说到的，好了。是什么啊？33FF33，这个不对，这个不要吧？一键不行啊，我们求认是什么？还不太行。952，为什么又多一个9527？是什么？是什么？我先写，刚刚出现包裹，包裹怎么写啊？我会，是这样吗？是这样吗？我觉得他好奇怪哦，应该是吧？是吗？哎，我这边跑好慢哦。儿歌，啊，全国。哎，我写对了，9567是什么？九五六七。哎，包裹，然后刚刚什么啊？就我请什么啊？九，哇！电影的梗，哇，我不懂，哎呀，那个什么山猪，我要养山猪。哎，不要啦！不要，终身代码，我真的不懂是什么哎，我可能要去查了。哎，唐风三周不好，哎，不好，三周会被别人列走哎，不行啦！讲什么？哎，速可达。速可达好像在哪里听过，等一下，速可达是什么？哎，那我粉丝名，口号大隐村长，哎，不要，不行啦，人家搞不好正在忙哎、欸，应援色摩托车机车，哎，粉丝名吗？哎。那我的拖鞋，
按尖叫一下。哎呦，我现在没有东西能尖叫，你知道叫一下说，有脏，哎呀，好难啊！我现在没什么能叫的。哎呀，村长，村长在日本，现在是代理村长，叫一下村长不会出现。哦，我头发，好，就这样。我要写那个刚刚那个代号，是33FF33，后面村长动了，什么？喜欢吃什么东西？零食点甜品的话是巧克力，然后。主食的话是起司猪排，炸的那种炸起司猪排。哎，后面村长那有动啊，乱讲话，没有动。村长在日本，村长打个电话传个 LINE 就可以了，不用在后面动，可以吗？可以呗。那我台会变恐怖台。欸，还有什么呢？三猪，刚刚有人说不太好。不是灵异台哦，你们自己乱讲话。那还说我的台是灵异台，那来，哪是？哎呦，哎，哎，你等一下，突然忘记我要说什么了。哎，好，我好，现在是这样。三三 baby 三三，不要，太奇怪。鱼心是灵异台，我才不是灵异台。哎呀。这不是零一台，这也是零三台，这也是绿绿的台。第二个，哎，刚刚说的那个是怕鬼，我怕，我很怕，我超怕，很怕，哎。33FF33是那个我的应援色的编号，哎、欸，还是不要好了，念起来太长。对啊，太长了，那先不要。那有人还有什么好的想法吗？我把它划掉。哎、欸，投票可以不要二号吗？不然我要把它写在上面，我看一下。哎，不行哎、欸。那我写在上面好了。那你搞一喜羊，为什么会有喜羊羊？粉丝名字好。那搞一摸。哎、欸，现实性是什么嘞？有一吗？算了，名前を決めてます。あんまだ決めてないで、今考えてます。哎，虽然人家应该是懂我们在干嘛的，可是我还是想再讲一下。啊，那个小绿豆。挂号信，披猪皮的粮，哎、欸，那是我，不是我的粉丝。挂号信，等我拿去送啊！哎、欸，小绿豆不错，那我写一下，我要写在我的33F33上面。小绿豆，
突然忘记豆怎么写。哎，我帮我写。等一下，我的绿，我的绿，我的绿怎么了？小蜜豆。等一下，我重写，我写在下面，小绿，我写对了，豆，绿豆芽，哎，我写错啦，哎，没事，我改了，油桶，绿豆芽豆 ，post。突然忘记 post 的是什么？羊啊，兔啊，为什么？油桶，哎、欸，油桶可以耶，为什么都是油菜？一个包裹又一个油桶，哎、欸，拿来，油桶。突然说，虽然一直这样讲啊，波士特。不是啊 ，post 不是有一个另外一个那个吗？哎呦，有桶怎么写？桶，哎，桶，目前都是不能吃。哎，对耶，要不要给我一个吃的？桶，我看到，这样吗？我看字有点困难，这样呗，好，就这样，都是不能吃的，那我想要取一个能吃的，好饿哦，能吃的，是的，我去看了自己的台，它有一个是巧克力 ，choco。发现他没有被用到，他只是喵喵喵菜，菠菜罐头、绿豆沙、起司猪排，哎，起司猪排，那我要写起司猪排，好吃。猪，我差点又写错了，哎，我又写。以后粉丝见面会要半桌，哎、欸，哪有肉啊？我，嘿，哎、欸，大家名字都是真的假的？大家名字都是啊？那我，不要，哎，那再想我想一个，哎，我的粉丝被吃进，为什么是绿巨人？绿巨人，哎，我刚好看到我的龙猫，哎，好可爱啊。烤仓鼠，哎、欸，我哪有这么坏啊？我又没那么凶，我哪有那么凶？好像我很坏一样，哎、欸，哇，哎，好想龙猫，你是可以吗？动物的那种，只是我忘记，欸，那是老鼠的一种，对不对？好像是，浩克，怎么会跑出小米酒？欸，今は、ファンの名前を考えてるの。もしいいの。考えがあるなら教えてください。有什么动物是绿色的？哎、欸，我看了
看了一些密室湖水怪，太长啦、啊，虽然跟亲子猪排差一个字而已。嗯，哎、欸，毛不要吗？毛毛虫好恶哦、喔，毛毛虫，好克，不要了，哎、欸，树蛙，哎、欸，我怎么都要绿色的，都是绿色的，炸，哎、欸，越来越奇怪了，都绿绿的，嗯。还有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我自己挖 A 树蛙，哎、欸，那个蛙，哎、欸，好像可以耶，我写一下，我写一下，新选项都是什么？没有啦，毛毛虫会变蝴蝶，可是现在还是毛毛虫，我不能接受。哎、欸，好，就先五个，这样，可以吗？哎呦，我挡住了，第一个是包裹，第二个是什么、啊、小绿豆，第三个是油桶，四是其实猪排，五是手哇，嗨。日文有点难，一句话，包裹的日文是什么？それの日本語わかんない。じゃあ2位は、緑豆。然后三，哎，这日文怎么都这么难、啊？哎。有没有什么建议选项？建议选项。哎呦，不行，这你们决定吧，你不能这样子。我都很喜欢，都喜欢。那我有几个、啊？五个。都喜欢，我都喜欢。那就给你们决定吧。现在是58分，我等59分我再开，然后等到八点整，我就结束。我们公平公正，不可以自己在那边什么来着？看了一个礼拜之后，直播后我成为不违抗成员的，不违抗成员好不好？哎、欸，除了香菜，哎、欸，大家是对粉丝做了什么吗？怎么就这样？香菜，那59分，那我们开始，第一个是。包裹，看你们，日文好难。下一次决定我的粉丝的名字，第一个是包裹，二是小绿豆，三是四是油桶，四是其实猪排，五是树蛙。不同成员的选项会投票无效的，哇！大家都是这样子吗？哎、欸，好可怕、啊！哎、六不见，有六，没有六，我很公平公正，公平，熊妹也是民主派，熊妹太呆了，呆呆的，她，哎，八点，过了，三二一，
二是什么啊？二，小绿豆。哎，哎，哎，二是绿豆，然后是五，哎，是五吗？哎，五。树蛙好高啊然后包裹然后三是什么油桶欸我的气势猪最低耶这样没办法办桌啦こんばんは初めまして我不呆绿豆红包，包裹不错啊。可是现在是什么？现在是绿豆。为什么是绿豆？其实我也不太清楚，就是大家投票决定的。哎，不然我要脱离民主了。绿蛙，哎。哎，大家不想再哎，这样子不能半桌啦。八点，我要念一下排名吗？哈哈，哎，那我再投一次，然后我念排名，然后你们，哎呦，你们就我念排名，然后你们投票，要这样吗？绿豆，哎，绿豆也是可以吃，哎。刚刚是练习，来咯，我要再开一次咯，五颗，开始，好的，那我来念排名，第十三名，看不到，等我一下，啊，完了，哎，第十三名吕冠，谢谢吕冠。然后第十二名超真口哎超哥谢谢然后第十一名 TP48 必定红谢谢然后第十名黑黑的多多谢谢第九名飞鸿，谢谢飞鸿。第八名令，谢谢令。然后七是 wait 真，谢谢，不太会念。第六名杨杰，谢谢杨杰。第五名是绿云绝推，谢谢。第四名被盖掉了，我该怎么？第四名啊，在这，布鲁斯，谢谢布鲁斯。第三名，蛮荒，谢谢蛮荒。第二名，本庄美咲さん，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第一名，飞轮海是谢谢。哎，那我念完咯，被强迫也是死好。哎，哪有？绿豆跟树蛙只投到绿豆。民主派只剩熊妹，哎，哪有？我是民主派的。我很公平。现在同时有三个成员在直播好挂心哎、欸，是吗？哎、欸，是，谢谢。那我念完啦，我要结束咯。三二一，哎，好开心哦！公开，我换个笔，是新的投票结果，是，我的气势猪排。然后二是，哎，小绿豆一样很高哎。
然后是醋蛙，哎呀，包裹，哎，包裹跟刚刚只差一丁点，然后是油桶，完全没有画面。好的，这是我红色是我第二次投票的结果。那我直接结束，不是结束，我直接确定城市的名字。哎，1000人了，哎，1000人，谢谢1000人，哎，等一下，对啊，再来是吉祥。1000人要干嘛呢？啊呜，啊呜，哎，好奇怪。哎，不是林毅，不是林毅峰就好了。然后被乱讲，哎呦。然后再来就是剩下我们的吉祥物，而且我的字界牌还没有弄到，再一次，好，再一次，我是以后前面你是猪排，我是大鸡，前面鸡肉饭，哎，好多啊。谢谢手滑哥的爱心，你是像，哎呦，有没有猪排？这一台左背后灵魂，没有，才没有，乱讲，才没有。那我要再讲一次，我要把它擦掉。我是高云爵，然后米藤是伊娃，然后。一直忘记，然后喜欢我的话是这样讲吗？就是可以帮我追进我的 I 追踪我的 IG， 然后我的生日是10月20日，不是1月1日，因为我之前官网征选期间的时候，我的官网上面是打1月1日，所以我。一直被记成1月1日，我是10月20日，不是。嗯，擦掉喽。然后我要画我的吉祥物，大家有什么想法吗？我是公平、公正、公开。假元蛋宝宝，对啊，我是魏元蛋宝宝，魏台中人，魏南投人，魏 ，IG 照片，哎，好吧，我尽量吧，尽量，吉祥物就画三只，为什么画虎？味极他说端着餐盘，为什么是端着餐盘的邮差？村的网路，欸，其实我不是用村的，我是只有看我的台的东西是连着村的网路，但我直播的是我自己的网路，因为我比较少去连村里面的网路。帮忙偷拍睡觉的小迪，哎，不行，好来。刚刚有人说画山猪，哎，不是山猪，山猪长怎样？山猪
哎、欸，好奇怪哦！等一下，分享给村民们。哎、欸，这样换我自己跑不动哎、欸。思雨的会很差吗？但我等一下可以给他。等一下我直播完就分享。Can you speak Japanese? I, 私は少し日本語がいける。話せる。でも見る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です。日本語もあんまり良くないで。ね。あ、ですから、ちょっと、英語ならば、わかる。少し。少しわかる。日本語も少しわかる。で、見てください。牙齿长一点大点的猪。日本語上手いよ。いや、あんま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没听到人我说我说英文可是我觉得我其实讲英文有点奇怪。披着起司披风的三只，越来越多了。等我一下，我想先画好我的三只。山猪长怎样啊？山猪，晚上好。我后面这位吗？这位山猪？嗯，猪长獠牙，我觉得山猪好奇怪、啊，山猪后面是山猪，山鼠，是不是长是这样的吧？TP 里面谁最会学阿北上讲中文？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每个人都在。你都学过，脚在鼻子下面，对耶，可是这样好难改哦、喔，我改一下，我试试看，鼻子上面，我画到眼睛了，你看我画到眼睛了，过头了，它超过那个界限了，我擦掉。鼻子，好奇怪哦！我，对前辈不尊重。我的鼻子只会画一次。好奇怪，怎么会变这样？等等，我快好了。这样。怎么样？我是不是都没什么？牙齿画大一点。是说他的脚吗？我还真没画过山猪
得加油呀！哎，比较突出点。我。山猪有毛的，山猪有毛，它的毛长怎样呢？欸，其实我正在画，我有在画一只狼，可是我还没画完，而且还没画完的样子，我只画了它的耳朵，所以就会变得很奇怪，不然我觉得它应该自己讲自己讲。会很美原住民台和未原住民台同时开播，哎哎原住民都是原住民表情要带点不屑，我们放下眉毛，我知道了，这样魔法是，这是我正在画的耳朵，只有耳朵，下面还没画好，虽然刚刚有看到了，有眉毛比较好。山猪毛刺刺尖尖的，刺刺尖尖的，所以是它身体要尖尖的吗？尖尖的，等一下，好奇怪，我觉得蛮可爱的啊，其实。山猪，加一颗链球，够意，加一颗链球，豪猪，变豪猪了，链球是什么？是那种刺刺的球吗？长一堆刺，变成太阳了，变成太阳了，是太阳啊，这不是猪啊。流星锤，可是啊，哇！我的吉祥物怎么这么吉祥？豪猪流星锤，是豪猪还是山猪啊？这个现在这看起来不太像山猪，威力满点。不行，我尾巴要重新。再来一次，烂掉了，等一下，好有那种修润的角色人物的 feel， 好可爱，想养太阳猪，不错太阳猪。那有像流星锤吗？这样，那就不是太阳了。好奇怪哦，这是猪吗？虽然是蛮可爱的，自己讲。可以跟 C 八打架。战力满满，
这是只战力，战力500万，很好吃。哎，不是拿来吃的。对啊，为什么我的战我的吉祥物是猪啊？不想。林一跟熊妹，好威一直都在，林一也一直都在，他们很棒，很爱。你来看，哎、欸，我说500万，我还没讲完。骑士要放哪里？哎、欸，对，骑士，哎呦，按到了，压到了。骑士，吉祥物是大吉，哎、欸，很有那个啊，很有合法的 feel。他会大提琴嘛，很帅耶，我觉得很帅。对，嘴上叼起吃。哎，你可以耶，我想要画画看。好难啊。骑士超人拿枪的，长枪，头上领骑士。等一下，我想先画画看嘴巴叼骑士的感觉。还砍鸡耶！我、哦、好想吃，好饿哦！画吉祥物画到肚子饿。好像口水啊，匹配上，气势披风，气势披风，披风啊，嗯，哎呦，我想一下，口水，是口水。那上面这个要擦掉，突然想唱歌，忍住。骑士披风，哎、欸，好奇怪。等一下，我快好了。哎、欸。这只是单纯披风啊，这不是气质啊。哎、欸，怎么这么奇怪？那我要把我尾巴往下滑。哎、欸，不要，这不是骑士猪排，这是我的猪，这已经不是骑士猪排了，就可以拿来烤起。哎、欸，慢来，上面洞洞哦，是那种很厚的那种骑士的那个嘛，就切三角形，然后会有洞洞的那种。我画画看，哎、欸，等一下，呀，亮亮亮。哎、欸，好奇怪，为什么这台看留言卡？对啊，我也好饿哦，我开播开到好饿哦，好饿哦。後ろの男、え、なん氏、金氏。これは村長だよ。今日本です。
尾巴是鞭炮，是流星锤，是锤，锤，流星锤，尾巴啊，可是会滴下去哎，怎么滴呢？我看一下。好饿哦！好饿哦！那个嘴巴的我还没擦掉。我觉得嘴巴的很可爱啊，还是就这样，不错啊，很可爱。我的吉祥物。对啊，我的吉祥物好棒哦，我喜欢。大熊妹的吉祥物，熊妹的那个太可爱了，跟她手还这样，手长脚长的熊。帮我取名字，取什么？披风跟口水都其实，对啊，很赞哎，很可爱啊。猪披，所以目的是吉祥物。猪屁是什么？豪，这到底是豪猪还是山猪啊？谁嘟嘟鸡？但是这比较多毛，比较多毛是什么？是有毛。豪猪，山猪是法法奇的，我们还豪猪也是猪嘛，豪猪豪猪，那我们叫豪门气死猪，好饿。豪门听起来很高级，豪猪，对啊，豪门七十猪，好饿，他要叫什么？他就叫做豪大，豪，肥嘟嘟起司门，肥嘟嘟起司门，这样会不会有点抄袭的感觉？豪威不能吃的猪，豪门骑士猪比较好听，对吧？好猪，豪门骑士猪听起来很高级耶，豪气死，什么东西？好猪，可以。听起来明天就上桌，没有，哪有？有种排位，哪有？好猪。
我决定再投一次。好。诶，还有什么啊？还有。谢谢帅源的100颗爱心。哎，忘记怎么了？不是忘记怎么，忘记怎么这样。我的爱心，我的爱心是长这样的。名字要温柔点。还有什么？豪都是什么？还有什么来着？豪门七十猪，好好猪，豪开头的 A E 豪猪。豪猪是会撞熊的猪，撞熊妹的。哎、欸，没有，我没有讲话，我没有讲话。哎、欸，为什么变苹果了？苹果猪，要不然跟熊妹对打台？哎、欸。没有，我想到了，哎，猪吵架了，哎，来，我们三个来择一吧。有吗，各位？投票，对，我要投票喽！现在我今天直播到9点，我到9点，三个，然后我从34分好，34分到35分，很快，大概吧。对，我今天直播到9点，要让吉祥物飞。哎、欸，吃的也是我自己吃。34分，哦，不然现在直接开好了，开始喽。好 ，Hello， 哎、欸，医生 ，Hello， 我投到。35分，可以吗？35，我看到红球好少。哎、欸，你们投吧，投吧。第一个是什么？豪门起司猪。第二个是好好猪。第三个是，哎、欸，远离猪排秘密。第三个是起司猪排，哎、欸，很好吃啊！它嘴巴也是起司，披风也是起司，哎，不好吗？挺棒的啊，我觉得，很可爱啊！34分，我们快要35喽，我们。要投要快，哎、欸，35，好，结束喽，3、2、1，哎，按不到，哎、欸，好，哎、欸，屁股后面是流星锤，哎、欸，投票结果，哎、欸，好做第一名、欸，哎，其实，哎、欸。A 是 A， 我们结果是好好猪，
那不是血啦，那是那是气势，那是气势，那不是血，是气势。猪排在第二，哎、欸，怕什么？你们都是气势猪了，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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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成 cheese， 不是鞋啦。好，那我他就叫做好好猪，我帮他写一下。我很快很快很快，等我一下。こんばんはじゃない。粉丝名，对啊，粉丝名是起司猪排。我是没有列了谁的吉祥物。村长一定讲成好好吃，哈哈哈，它好好吃。哎、欸，哪有？我想要写的帅一点。我来把它写帅帅气一点，看起来很有它的架势。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绿豆糕？我觉得是棋盘。哎、欸，没有，我没有讲话。哎、欸，猪啊，我写错了，我猪也写错了。等一下，我真的快好，我真的快好了，我真的快要好了，很快，真的很快。大家粉丝名几乎都是我，哎、欸，下次见面就是半桌趴，这有没有很帅？好丑啊！好好做，哎呦，那个女好大哦，对食物都有怨念，哎，哪有？好文字，好好的，哎呦，好好的。好好的对待我们的粉丝们，去，哪有啦？没有受苦，没有受苦，没有乱讲。台湾国语，好好猪，哎呀，好好猪，没有啦，好好猪。哎、欸，那我要挂号。版的后手会叫饭桌，哎、欸，哪有？哎、欸，有看到吗？是看不太到，这样。哎、欸，好可怕啊、哦！好像随时都把它吃了。不要好了，我擦掉，擦掉，擦掉。不行不行，
作为吉祥物也不能吃啊。吉祥物，煞气耶，好好做，没有错啦。煞气耶，做。特技是全身都能吃。A， 特技是特技哦。这个让我想一下，特技是到战斗的时候就会吃自己的披风，什么东西啊？哎，我想要写个攻击力，攻击力满点，满点是起司岩浆，哎，不错，起司岩浆。就这个，就用起司把人家淹掉啊！哎、欸，甩尾，哎、欸，可以甩尾，用它尾巴，尾巴是流星锤，看我流星锤。那我要写，太小，不会啊，这个甩过去就变大。被九九为什么会变被九九乘法表？它那个太，那个攻击力太高了，那个攻击力太高了，对手承坐不住，这样我会被说我那个作弊有没有？钢铁尾巴，那我要，这攻击力太高啦、啊。然后是什么、啊？我想到了，哎。这个就是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います。います。哎，锤这样吧。好，这样看得到吗？特技。气死岩浆，还有看我流星锤，哎、欸，气死冲刺，气死冲刺是什么？气死冲刺是用气死加速吗？就从后面喷气死这样？哎、欸，哪有中啊？对，飘飘拳，哎、欸，真的假的？好，那好啦，不管。然后是什么？特技，然后战斗力，牙都没用了。哎、欸，对，牙都没用到，那再加一个。加一个，哎、欸，要叫什么呢？好，月牙天冲，月牙天冲是什么技能吗？我想，不要跟别人重复到，冲。代理村长妹妹在，哎、欸，村长妹妹好，哎、欸，姐姐好，讲错，姐姐好。医护，哦，不要重复的，不行，我们要取一个自己的，
采取那个让他象牙用到的技能的名字叫什么呢？豪猪，哈哈，回力镖。哎，总监督，哎呦，钢铁好好猪救急体绝招气死熔岩女，气死熔岩女，哎，好饿。晚安，晚安，晚安，空包啊 ，days， 好饿。怎么让他的象牙用到啊？一哄卡卡卡拉卡得，呵呵，绝招好饿，哎，好饿是什么？月牙刺，哎，月牙刺，哎，好听哎，是那个猪牙。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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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包啊，红包啊，月牙是什么？好听哎。月牙突击，月牙刺，月牙突击，月牙刺，月，哎，我是 TP48，我们只要三招，好，没有啊，我不知道，月牙好饿，哎，月牙好饿，我也有点饿。我饿，月牙不饿，我饿。月牙刺，好，月牙刺，月牙刺，我喜欢。月牙刺，文字好丑哦。气死岩浆，看我流星锤，月牙刺，雷霆牙，哎。月牙鸭血，月牙鸭血，月牙刺的白话文说法，用猪牙齿撞它。月牙丸，哎、欸，你们好白痴，不是你们好白痴，你们好好笑、喔。我在讲什么？哎，谢谢啊，本庄美咲さんの100ハート、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100开台原本还好好的，越来越重。哎、欸，对啊，哎、欸，没有，我刚刚没有讲好，我讲错了，不是，哎、欸，我好中二，没有，这哪有中二，这是大家一起取的，我们大家一起中二啊，一起中二好吗？我们一起，不是只有我。没有，不是只有我啊！我可以气质啊，我可以气质，我很气质。你们不会哎，哪有？哎，不要这样！我没有讲好，我刚刚没有讲好。我想要先用我的另外一个。本本把我的好猪，我的好猪画下来。我们、啊、没有讲好。哎，白吃白喝，我白吃白喝。画我的鼻子。哎、欸，我的猪长这样啊！完蛋了，我要算了。A， 伴随偶像，贴心粉丝谁配合？哎、欸，我要把我猪画起来，不然我。就忘了，不用。
听说偶像是笨蛋，他饭也会是笨蛋，所以，哎，乱讲话。啊，我画错。哎，我猪长怎样？哎，好好好好，我知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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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哎，重新画好难哦，变这样了啦。别这样。51分，哎，对，51分了。我们的缘分短暂。我在说什么？很棒啊！もうすぐ、11時は終わります。11時じゃない。9時で終わります。もうあと9分です。9分。好奇怪。好好做。欸，我等一下把它拍起来嘛。我。它还在，它还在，它还在，还在，我还没擦，还在，还活着，还没死。好奇怪哦，他怎么变这样？刚刚有人截图，哎，谢谢。哎，哪有哪没有，还没死，他还活着，这多截一点，多截一点，多截一些。虽然我的表情可能很奇怪，截吧截吧。欸，哪里可怜啦，我等一下会把它拍起来，我会再画嘛，就是因为我用错笔画了，不然你们就看不到了。诸魂不灭，欸，欸，我把它写起来，诸魂不灭，太酷了。不是气死猪，不是啊，魂，哎，去接我啊！我是，他是我的吉祥物哎，为什么排挤我？我也要一起啊！我没有消灭我的，哎，什么啊？从前就那的梦是苦难，哎。哦，剩6分钟，等一下我写个字就好了，我写个字，然后念个排名，差不多，大概。哎，截到后面，哎，截我啊！不要截后面那位。接我，谢谢谢谢谢谢，哎，好了好了好了，我写好了，哈
可以吗？熊妹那只会惨败。哎，熊妹就，哎呦，然后去思雨姐姐的台接我，为什么现在就可以接我啦？为什么要去思雨姐姐的台？那我要念排名，我要念排名了。红字好不良，我的啊，猪水，那不行，我要念排名，我念排名，我没有时间了。第十三名是 Spring， 谢谢我的脚麻。第十二名 Lin， 谢谢 Lin。第十一名，我按错了 ，Wei Zhen， 谢谢。第十名，女冠，谢谢。第九名，哎，帅源，谢谢帅源。第八名在哪？哎，第八名，哎，费红，谢谢费红。第七名 ，TP48 必定红，谢谢。第六名，绿云杰推，谢谢。第五名，布鲁斯，谢谢布鲁斯。第四名，杨杰，谢谢杨杰。第三名，蛮荒，谢谢蛮荒。然后第二名，红酒米萨基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再一次，第二名是飞轮海，谢谢飞轮海。然后一击妹，红酒米萨基桑，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耶，比想象中中二，哪有？我不中二，中三。我高一。如果出台版《蓝路巡演》，云爵军团就用这几。哎，可以，我喜欢哎、欸，我的吉祥物。中二、中三、中五，怎么会有中五、中四？什么口音？我们剩下两分钟。做日本大哥的，我等等去串个场啊，没有啦，我不中二，我中四，哎、欸，我中四，元气十足，元气，我元气，冲刺玉姐姐，还没开，她正在准备，她在准备了。你排我，你我啊！好，我们剩下最后的一分钟，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猪。很可爱，猪魂不灭。时间到了吗？说一下我要如何招募我的 BKA 成员。哎，怎么招募我的 BKA 成员？孩子们，该来咯。哎，哪有这样？不是这样子的。猪饼干起司，什么猪饼干起司？跟偶像一样说，哪有？他这么可爱。好啦，我们时间已经到了9点，要关台了。好，那我要带着我的猪结束啦，各位晚安，赶快换下一个人要直播咯，不要错过，晚安，我也饿咯。拜拜。拜拜。